我要解说的是外星人宝宝。首先，我们260做两个熊耳，一个八，两个熊耳后面一个八，做四，两个熊耳，四连接，再做六连接，六连接后面做一个四，做一个熊耳。做一个四连接，把这个四推到前面做鼻子。接着我们做耳朵，耳朵先做两个熊耳，三个六连接，做六连接，六连接，耳朵同样。眼睛从这边连接，连接，同样连接。身体350做两个熊耳，做15，来回做四个。手三个小熊耳，六连接，同样。手掌接上，然后我们球皮。看哪边的球皮留得长，就两个互相绕，绕好就完成了。可爱的外星人宝宝完成。